澳洲再度发生了草莓藏针的恶质事件。日前，一名女子吃草莓，没有想到里头暗藏了一根缝衣针，害得她舌头被刺伤了，赶紧到医院打破伤风治疗。其实，类似的食安危机，澳洲在两年前也发生过。当时警方逮捕两名嫌犯，没想到旧事重演，现在让澳洲民众觉得非常恐怖。